然后再往前进一直走，那边就是西华门，也就是当事人驶车进入的那门。这个道路向前走，这边下去就是太和广场，也就是涉事人当时拍照打卡的地方。如果从这个门直接开进去，车一般是开不进去的。一般如果车就从这里面走的话，一般都是选择从这条道路开过去。那从这条道路走过来了，正前方那边就是太和广场了。我们仔细观看的话，其实我们会发现，从这条驶向太和广场道路，还是有不少车碾压的痕迹的。现在这里呢，应该就是当时拍照打卡的地方了。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